在五师古镇的助阵下，前新竹市长许明才支持者一行人来到选委会参选登记。前市长许明才历经五年的市长任期，在经过这三年多的家户走访，让他深刻了解民众所需。在参选当天，有党籍议员、前任市长施信中和童胜南陪同登记。尤其在铁路地下化的政见方面，施信中认为这是为了市民利益的大建设。三年多的一个沉潜，今天开始要正式出发，因为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现在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新竹市的第十届的市长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拼经济拼建设，然后拼幸福，让我们的市民过更好的日子。许明才最后也强调，要以35年的公务员经历以及5年的市长经验来服务一流市民，建设一流市政。所提出的一代、二新、三连结的施政主轴，一定会带给大家真正有感的幸福宜居城市。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。